众，今天呢，我要来玩推人模拟器。那我的目标呢，是要想办法把所有的对手都推飞出去。哇，怎么还有七龙珠的佛利沙啊？好，跟他 PK 看看吧，来吧，可以吗？我可以推赢他吗？推，好，果然不行啊！我现在还太弱了，来锻炼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巨亚林，巨亚林，巨亚林，力量就会提升，来吧！我现在每举一次亚林，才加一力量啊，也太少了吧！不然直接来氪金好了。来来，我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啊？哦，这边有一个力量乘以两倍，来买这个吧，249RB，这个越早买越好吧？购买，好。下面呢？下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买？哦，这边怎么还有一个力量乘以两倍啊？30分钟，好，买个30分钟好了。这样我力量就乘以4倍了，对不对？来，99RB购买。好，来看一下现在，哦，现在举一只哑铃加4力量啊！哇，我力量怎么不知不觉到700多啦？也太快了吧！这就是氪金的力量吗？然后。这边是不是可以换更重的哑铃啊？可以耶，来换个3公斤的啊，可以换4公斤的哑铃了。来，差一点力量 ，OK OK， 换个4公斤的哑铃。哦，现在橘子加16力量，哇哦！然后这又是什么啊？抽宠物的对不对？但是需要奖杯才能抽，我现在没有奖杯啊。好了，是时候该来挑战了。我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话。现在挑战最烂的吧，这个书呆子，来吧，我可以赢吗？我推，哦，有了，我直接把他推飞出去，哇，然后我获得了一个奖杯。来，接着的话，来挑战这个恶魔博士，邪恶的博士啊，来吧，可以吗？哦，可以耶。出去吧！呜！啊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接着，这只不是火影忍者里面的角色吗？哎、欸，他怎么那么强啊？哇！好了，现在就去抽个宠物好了。这边的话，来来抽这个，能抽到什么呢？哦，7%的！哇，我也太好运了吧！第一抽就抽到这个7%的宠物，我来看一下这个力量乘以 1.5。好，现在点击一次，力量加24，加更多啦！我力量不知不觉3000多了、欸，我来看一下这边，再换更重的哑铃吧，6公斤的。哦，现在橘子力量加36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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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获得更多的力量吧！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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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再挑战一次吧，这次可以赢了吧？来吧，推啊，哟，推出去啊！啊，不行啊，哈哈，推不动啊！他怎么那么强啊？要怎样才能推赢他？哎，再举再举再举哑铃吧。这边的话，再换更重的哑铃，8公斤的。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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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可以再换更重的哑铃了，14公斤的。OK OK， 现在点一次力量加84。好，我的力量破万了，这次可以了吧？来吧，我推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推动了推动了，出去吧！哇，终于推赢了。好，接下来是你啦，波利莎，来吧，他超强的，再去抽个宠物好了。来来，这边的话，来抽这个，这边有更强的宠物可以抽，抽什么呢？哦，忍者17%的，好像也不错哎。来来，带上吧。哦，现在力量哇，力量点一次加200多，也太多了吧。哎，来举更重的哑铃吧。这边的话可以举22公斤了、欸，哎，哦吼，哑铃越来越大喽。
现在举一次，力量加300多，来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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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变得更壮吧！好，是时候再来挑战啦，这次可以赢了吧？来吧！不行，超强的。好，来去抽宠物吧，来来，来去抽更强的宠物，来吧，能抽到什么呢？大象66%就能抽到，哇，最烂的。好了，带上吧，带上吧。来看一下现在，哇，现在橘子哑铃力量加500多，哎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换更重的哑铃啊？来，我看一下这边可以换60公斤的哑铃，哇，这个超重的。好，再来吧，再来吧，疯狂锻炼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好，这次可以赢了吧？来喽，我推，呀，出去吧，可以吗？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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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推赢了，再来，哟，终于，终于赢你啦，伯利莎。啊，接下来来挑战这个 BOSS 级的对手，哇，这什么、啊、一拳超人吗？光头欸，可是长得又不太像，总之来挑战吧，来吧，可以吗？果然很强，果然现在推不赢啊。啊，我再换更重哑铃吧，来吧来吧，来看一下现在的话90公斤的哑铃，来吧来吧啊，然后再抽个宠物吧，来来，这次能抽到什么呢？31%的，好像也是很烂的哎、欸。我来看一下氪金有什么宠物可以买啊？来来来，这边的话，哎，下面这个是限量宠物吗？999RB，不然直接买这个好了。999RB购买，哇！1.3K 也太强了吧！看一下这些普通的宠物，才乘以 2.7， 哇！现在橘子哑铃加 469K， 太猛了吧！哇！我的现在力量到了38N40N， 然后这只宠物超帅的哎、欸！啊，来吧，可以赢了吧？这只，我推，哦，有喽，出去吧，太强啦！再来一次，再表演一次啊，来吧，出去吧，超猛的。哦，还有其他对手可以挑战吗？有没有更强的对手啊？哦。这里可以到其他的区域哎、欸啊，沙滩区是不是？哦，这边果然有更强的对手，海贼王的角色，哎，火影忍者的角色，好，先从最烂的这个开始挑战吧，来吧，可以吗？可以赢吗？我推，欸、怎么赢呢？我的宠物太强了吗？啊！接下来挑战啊，鲁夫，海贼王的鲁夫。哦，这个就有点难推喽，不过还是赢了，出去吧。再来，下面这是什么？是黑胡子吗？海贼王里面的黑胡子，来吧！喂，竟然推不动！哇，他怎么那么强啊？呀，好，我来看看这边。有没有更重的哑铃可以举啊？让我锻炼速度变更快。哦，有哎、欸，200多公斤，哇！400公斤，650公斤，我来看一下我现在能举几公斤的、啊。我现在能举3000公斤的哑铃，太猛了吧！哇！嚯！来，再举，再举，再举！哎、欸，我现在力量到了1B 多了、欸，哎，超强的。哦，这边的话再举更重哑铃吧。哦，这边有12000公斤的哑铃，
再来，好，再更举更重的那个两万公斤的哑铃，然后下面这边哦，有一个五万公斤的哑铃，6.9B 可以举啊。好了，来吧来吧，一下就可以6B 啦。OK， 来五万公斤的哑铃，好，还举，这哑铃超大的。好，现在力量到了25B 了，可以来挑战了吧？来吧，出去吧，黑胡子！哟，好猛啊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不要小看氪金的力量啊！出去吧，火影忍者里面的鸣人！哦，最后这只又是什么啊？来吧，来我推。哦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也可以推移出去。啊，这个巨的对手全部都被我击败了。还有更强的对手吗？有哎，可以到下一个区，岩浆区。看看这边的对手。哦，这边的对手看起来都很强哎。这个是最烂的对吧？来看一下他是谁啊？他也是火影忍者里面的角色。哎，把他推出去吧，出去！哎，赢了！好，再挑战下一个，你又是谁呢？不管了，接下来挑战吧，我推！呀，竟然推不赢，看来要换更重哑铃来锻炼啦。来，我看一下这边，这边哑铃都算钝的哎，我能举多少的呢？哦，380吨的吗？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快快给我力量 ！OK， 来举380吨的哑铃吧，来吧！我现在举一次，力量加 1.9B， 太猛了吧！这次可以赢了吧？哎，哟，出去吧！呼呼，好，接着下一个哦，这只是海贼王里面的角色吗？可以赢他吗？呀、yeah, ，不行，他果然很强啊！好，现在抽这边的宠物吧，来来，我看一下这边啊，哎，这个可以抽了，可以抽什么呢？66%的，好像也是很容易抽到的吧？那我来看一下他乘以多少力量啊？乘以15，怎么乘以那么少啊？然后现在能举更重的哑铃了吗？我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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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。740吨的哑铃，我现在举得起740吨的哑铃啦，超猛的！好，来吧，这次可以赢了吧？我现在力量有1T了，我推，我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吧，出去！好，接下来的话要来挑战哇，超级赛亚人孙悟空。可以吗？我推！哎呀，不行，没办法、啊，他超强的。我要再锻炼，我要再锻炼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再举更重的哑铃啊！这边的话，我能举多少呢？能快能举1500吨的哑铃了。来来，再锻炼一下，再锻炼一下。可以了吗？啊、不行，还差一点力量。来吧。给我更多的力量，快快快，再举再举 ，OK， 可以了吧？1500吨的哑铃，我现在举一次力量加7B 哎、欸，然后上面这边是不是有礼物可以领啊？哇，我都没有领哎、欸，全部领一领吧。还有宠物可以抽啊，哇，抽到一只猪啊，这猪感觉好烂啊，不管了，再领吧，再领吧，超多礼物的，好，再来，再锻炼，再锻炼。来，现在可以赢了吧？我推，我可以了，可以了！竟然推赢超级赛亚人了！好，接着最后的 BOSS， 哦，一圈超人，但是他的名字被改成一推超人啊！来挑战看看吧，来吧，可以吗？啊，超强的！太强了吧！
再一次，不对，哇，对不赢，太强啦，是不是要再来氪金一下啊？啊，再来买个氪金宠物好了，买个399 RB 这个啊，来，399 RB 购买，我能抽什么呢？15%的是好还是坏的？然后我现在是不是能取跟踪的哑铃啊？我现在力量快7T 了欸，看一下跟踪哑铃，可以，这边可以取2800吨的哑铃。我看一下这边最重的5600吨，好，来吧，再锻炼。我感觉要用最重的哑铃锻炼才有办法赢那个一推超人啊！来，再来。好，可以举最重的哑铃了，5600吨，来吧，超大的这个哑铃，而且还带电欸，然后我现在举一次哑铃加多少，加37B。好，疯狂锻炼吧，我觉得我的力量要100多 T 才有办法赢那个一堆超人啊，来，在这边锻炼一下吧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我现在力量锻炼到110 T 了，来吧，我推，哦，有了，终于推动了，好，推出去吧，哇，终于赢了，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影片就先到这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大家，拜拜。